我从小我就在这出生在这里，我都没有去别个地方住，哈。前七年洪水冲掉，哈，我们就是一起去，有空的时间我去搬一点石头，是在店有空我就搬一点。三分水，一公尺高啊，退三分水，啊，这是三分水，是要退30公分。嘿嘿，好，现在呢？要选石头啊，一定要有碰到石头。这个石头不要没有碰到这里，这个石头要碰到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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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碰到就不行。现在哈，你60岁以下还不会抬石头，我们也都搞洋灰的哈，叫我们去搞。现在年轻人不会搞了。石头一定不要搞到平平，搞到平平啊，后来要叠第二层都很麻烦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哈，结束了哈，哈。好看了没有？啊，你看到这个东西吗？有。你有没有很满意？满意啊！啊，这个还是在中央，对吧？这里三个，是吗？这里三个，这里就三个，这里没三个，还从这里还是一样，这里三个来，这里是三个来。你看下面这个对象，下面一个对得到吗？这个对下面对得到吗？就有花。